台中六十中限额码左右，已经有200多年历史啊，列入咱国家的三级古迹。三月小妈祖、三月小妈祖，拢固定伫农历的三月初起价，甲三月二日庙，以三妈祖先是分赠，200年了，从未中断。汉西妈祖什么时候来到这里？西元1753年，200多年的历史啦、啊。哦，那绕境十八庄是正好200，因为它是1825年开始的，带着妈祖跟着他上船，然后渡海来台，要经过黑水沟，要请妈祖上船来保佑他们。然后渐渐的，他们开垦有成了，就要建庙，就这都成功。台中五十中，行天妈祖，老街十八村，已经来到分村，请各位先生带队。伊迄就是迄个习俗，真正爱到，我感觉，一定爱来。他之所以绕境十八庄，就是因为大屯地区的稻作发生虫害。当时呢，在这个大屯地区的有一个民众，就是在农民，他就想了没有办法，以前也没有农药这么发达，他就说，阿弥陀来请喊天妈来到净化玛雅里。好了，那个村庄呢，他请了妈祖去的那一天呢，下大雨了。下大雨以后，这个再加上那个用力呢，就把这些乌龟拱冲掉，所以就增加他们的收入。隔壁庄的看到，哦，那真好，他说啊，那我也要，那明天到我们那一庄。哦，所以一景景观热成功主动去谁，啊，这样就一庄一庄又一庄，然后就过了18庄。我嘛算出外囡仔吼，啊来如讲买囡仔30年啦，遐拄好今年六旬中，我拄啊外表表咧啊，因行家嘛拢坐对迄边落过啊。我头一年啦，我啊无你往这里来啊，往拜。唔过啊，你遐敢若一户尔，顶头入去爱过翻头顶个，安尼嘛。我啊，我想讲我啊无安尼，我来传一寡点心，啊恁你无来过休困，休困了再搁坐坐，甲遮前头沟通，甲大家讲好，啊就是因安尼过。啊，咱嘛是希望妈祖来咱遮，甲咱行行看看。要来拜妈祖，较早人拢行礼。迄天，伊咧妈祖底下是也请人客，所以因为中部地区，咱台中太平代理大客遮，死伤几啊千人啊，那感觉哀痛的心理，无请啊无请，过去就对我无请。有呾真感应真济，就是讲，比如讲去年疫情的关系，我邀请嘛有些，但。去年用5天尔，本来我那当时我们4天尔，北屯北区坐无到，选二只跋杯，我那当官是只信众拢伫遐，连续跋6个拢卡杯，拢无杯。尾后我讲，叫阿妈做无安尼啦，咱北屯北区无够，加一工落去坐无，我就先杯啊，啊，之后伊连干来行。因为妈祖不止雨神呐、啊，又是什么这个农业的神呐、啊，又是海神呐、啊，又是哦，比如说药，他出药签又是药神啊。那以我们这边来讲，我们现在来讲，妈祖是大家的阿妈，每有什么事都来求阿妈。妈祖，你若要创啥，要普渡，要安顿啥，伊拢会使照顾你照顾你。我从开车哎，载阮太太载妈祖，等阮女的普渡。啊，回去，俺也感觉那呢。头壳戆戆啊啊，直直流清汗。我因为足爱啉烧酒啊，啊，搁用烧酒醉啦。爸，你变有较好啊？啊，无我即摆要去上班，载你去看医生好不好？免啦。我你人都无爽快，行啦行啦行啦。我一个就好啊啦。慢慢啦，紧啦紧啦，我带你去啦。紧啦，起来啊啦！哎，伊逐天拢啉酒醉，你是咧烦恼啥？无代志啦，你紧上班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我去上班，啊无恁爱注意身体哦。感觉有足艰苦个，听后面
恁阿爷唔较紧嘞，该拖我医生看安尼。啊，我就，咁我医生讲，我哪让你用拖啊？我就爬起来。讲墙下门个人砰就落去了。医生讲，哦，恁囝甲你载来，啊，你今日叫救护车无救啊？刚才迄天吼，你有发我去看医生呢？啊，那无吼？谁要发你？我无你惊你醉啊啦！你是每天拢啉醉的人诶。我无想啊，啊，无一定是骂错啊，无，啊，不好想。我讲我骂错人，这才要考了。啊，对，我当时有甲妈祖婆讲，妈祖啊，拜托拜托，请你个人到顺风院，叫阮先生进去看医生啊。不然是你，就是妈祖婆。安尼，我要甲你送给妈祖。是妈祖讲，叫千里眼顺风院，把我拖去。因为感觉一直感情路都很不顺遂，我就突然觉得我要去汉神妈祖那边去求一支签，因为台中很有名的说那边的月老很灵验。对，在门口遇到我是求签，求签完之后，差不多两个礼拜之后，我们公司有新进的一个员工，对，那时候他就进来。大家好，请大家多指教。第一眼看到，还蛮有气质的。以前是月老那边没有自己独立的签筒，都要去妈祖那边求签。对，妈祖那支签呢、啊，是特别跟他讲说，姻缘就要出现了，叫他要把心定。那在只求之前的七天后，就是刚好整整七天，然后我就刚好进公司。怎么样？来了一个月还习惯吗？嗯，姻缘你都知道啊。加油啊！告白这件事情，我事先隐约知道。我们员工旅游的时候，他跟另外一个女生感情还不错，所以他回到台湾以后，他就在到底是要跟我还是跟他中间做摇摆。我那时候就有去妈祖，因为去妈祖庙回去就讲这件顺口一提，就这件事，上面求一支签啊，看这个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很特别是那支签，他给我是叫我不要担心，中秋节前后就会有所分晓。在那之后，他约我都不跟他出去。嗯，真的要直接回家吗？哦、嗯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？哦、嗯，可我等一下有事不好意思哦。好吧，那明天见哦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超难约，对，就知道了嘛。我就想要，因为我还没准备好 啊。我知道你不知道，但我还没准备好。而且很特别的是，他除了是中秋节，那之前你有提到花前月下。哎、欸，要收假了。有说你会找到吗？看你最近跟某个女生走很近。没有啊，先关心你自己吧。哎、欸，你叫他们两个过来吃啊，烤这么多都吃不完呢、欸。怎么坐那么远啊？哎、欸，你在讲什么八卦？八卦。什么八卦、啊？我们有八卦吗？没有。嗯，真的要说的话，最大的八卦应该是我喜欢你吧。嗯，我快来吃烤肉吧。然后又跑回去，我就觉得好像时间到了，可以讲了。在就是认识之后，我才开始每个月甚至两个礼拜就会回去韩 K 妈那边走走拜拜，好像就是一个吸引力吧，就觉得哦时间到该回去拜拜。他现在还会特别提醒我，我说哎这个月还没拜，对，这个月没拜拜该回去拜拜。对，到早就来，啊我来的目的我是要填境地啊，境地填填的，啊就要行回去，啊那在那哪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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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呢。你看妈祖婆，你看今仔来到阮家，伊嘛是疼惜阮啦。虽然大家冥冥之中啦，就是那感觉，大家会当去伊的那感受啊。即卖时代较有改变啦，它变成哦去祈安祈福的活动，传统的历史啦，留落来，大家平安顺遂，天降甘霖。